11月6日晚，邓紫棋通过微博晒参加美国 NASA 颁奖礼的照片，并称：“对我而言，这次能在 Breakthrough Prize 这个科学的奥斯卡舞台上表演自己的原创中文歌，实在有着很大的意义。”照片中，邓紫棋身穿抹胸拖地长裙，露出甜美笑容，和众星开心合影，秒变迷妹。网友看到微博后，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宝贝，你合影太多了，微博放不完咋办？你最优秀。”哈哈，好开心，你太棒了，在国际盛典演唱原创中文歌，还是首位受邀的亚洲歌手和颁奖嘉宾，为你骄傲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